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肉龙掌共96个全采集攻略精灵级突破材料元神 5.0 纳塔特产。哦，回声之子左边七神像的传送点传送，那出来后左转，沿着左边的这一座山一直走，我们先飞下去。好，到这里左转，这边过来，这个有一朵，然后在这个木栏后面有一个，对，这边一朵，然后我们继续向东方向这边看，这边有一朵，给它收集一下，然后往南方向，走到这里，然后跳下来，回头，这边有两个肉龙掌，然后往西方向，这里，这边有三朵。收集完左转，往南方向，这边有两朵。收集完左转，往西方向，这边有三朵。啊，然后这边还有一朵，三朵。然后我们打开地图，到下方的传送点，出来后我们左转。往南方向，这边有一条龙，我们夺舍一下，变身一下，然后朝西南方向，大概这一个位置往前走，我们这边遁地会快一些，然后前面看到有一个湖泊，这个位置，然后这边有一朵，这边有三朵，我们给它采集一下。我们传送回七神像的位置，那出来后右转，朝这边飞下去。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边西方向有一只龙，我们给它多射一下，变身，然后往西方向，这边给它采集一下，这边是有四朵，然后采集到这边后，我们到这里右转，偏西方向，这边直接跳下去。哦，这边有一朵，给它采集一下，然后前面是有两朵，这两朵给它采集，然后再往西南方向。这边来过来，这边一朵，两朵，三朵，四朵，五朵，然后再往前走，走到这里，看到这边有个缺口，到这里右转，这边有肉龙掌。一个，然后右转这边两个，再左转这边三个，总共五个。接下来我们传送到流经自脉最北边的这个传送点，传送出来后右转往西方向，
这边有个机器人在这一边，这边有两朵肉龙掌，然后打开地图回到刚才的位置，这边左转往东方向，这边前进，然后我们要到这里还有这边，总共是三个，这边一个，然后右转，这边两个，然后接下来往南方向，这棵树这边西南方向，跳下来，这边有两朵，然后左转，这边这棵树过来，这边有三个肉龙掌，然后继续向前，继续往东走，这边跳过头了，然后在这一个后面有两个肉龙掌，给它收集一下，然后我们继续往前，好，走到这个角，走到这个角，然后我们往东南方向开，看到这边红色的植物，往这边飞过去，这边有两朵的肉龙掌，给它收集一下，然后接下来往东北方向，前面这边有两朵，给它收集一下，然后右转一点，这边这一个土龙这一边，这边有两朵，那我们来到流经智脉左边的传送点传送，那出来后右转，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肉龙掌，然后在它后面还有一朵，总共是两朵，然后我们左转往南方向，中间这一个石头这边有三朵，这边缝隙过去还有两朵，然后到这个建筑，到它后面，后面这个树这边有一朵，然后到这里左转往北方向，盲点前面有两朵，给它都收集了，收集后右转往东方向，我们这边飞过去，爬上去一下，可以看到这边有一朵肉龙掌，然后继续向前，往前走，现在我们要爬到对面飞过去，上来后右转，在这个石头这边有三朵的肉龙掌，给它都收集了，然后到这边往南方向，我们这边先变成龙，变成草龙，然后按E技能跳，再按E技能这样飞过来，这边还有一朵肉龙掌，那接下来的点位你要先完成开图世界任务全山的影子，你来到流经支脉，然后右上方地下的这个传送点，这边就可以接取任务，
那我们同样也是传送到这个位置，传送到这个位置，然后向后走两步，就可以看到左边有一朵肉龙掌，右边有两朵，这边是有三朵，给它收集一下。然后抬头看向左边西方向，这边这个柱子往这个方向走，然后这边的话是有三个肉龙掌，给它都收集了。然后再往西偏北方向走，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有一个桥，这一个是完成世界任务群山的影子才会出现的。那我们过这个桥，然后看向前方这个柱子右边，这边有两朵的肉龙掌，给它都收集了。然后沿着柱子走过来，前方柱子这边有三个肉龙掌，都收集了。然后左转往南方向，上方是有一个宝箱，宝箱里面是有九个一次性的肉龙掌，你把这些怪打掉就可以拿到了。接下来我们传送到圣火竞技场上方的这一个传送点，传送出来后看向右边，这边有个商人，打开商店，然后这边可以买五个的肉龙掌，每天可以买五个。那接下来是五个一次性的肉龙掌，我们来到回松之子右边地下的传送点传送，那出来后直接往前走，往西方向走，然后上来看到这个 NPC 伊克纳，跟他对话，啊，获得四个肉龙掌。那我们继续往西走，这边可以变身成龙，变成土龙，然后钻地爬上去。那接下来的话是只能获得一个的肉龙掌，然后你还需要完成世界任务向星星许愿，这个可以直接忽略。来到大概这个位置有个 NPC， 你跟他对话就可以了。好了，纳塔特产肉龙掌的全收集攻略到这边就结束了。视频有帮助的话点点关注哦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